趙福利真好啊！我哋今次 FUD United 咧又送好禮物喎、啊，送啲咩好禮物啊？就係、是、PSG 巴黎聖日耳門利馬親筆簽名波衫啊！哇，真係非常之珍貴，價值連城，用錢咧都係買唔到嘅。咁點先至可以攞到呢份禮物呢？好簡單啫，咁咧就係例牌啦。首先咧就要去 FUD United 嗰度咧申請個 account。有咧連動曬去你嘅社交平台，跟住咧就係咧嚇用你嘅創意，佢話講一個答一個問題咧，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啦。今集咧我哋 FIFA 大家知道咧就有 Johnny Mo 咁啊，有個主角就係 Alex Hunter。今次咧 Alex Hunter 咧有機會打歐聯喎，但係你知道啦，一個人就算 Alex Hunter 幾勁都冇用嘅，因為足球咧十一個人踢嘅，咁佢需要揾一啲強大嘅隊友咧幫佢揾歐聯。咁你認為揾邊個勁人幫佢咧，佢就可以打到去歐聯嘅決賽，攞埋歐聯冠軍咧？好啦，呢條問題咧，我做個示範先啦。如果你問我嘅話，會揀邊個咧？梅西、C 羅、盧卡古、哈薩達，通通呢啲全部都唔要。點解啊？因為 Alex Hunter 係一個前鋒。梅西、C 罗啊、卢卡古啊、阿萨特啊，呢啲都系进攻球员，咁咪全部摆埋一齐嚟争波啊？顶系嘛，争住射波仲衰，所以咧我就会揾边个咧，就系今届世界杯嘅金球奖得主摩迪啊！一嚟佢够拼搏系嘛，斗志十足；二嚟咧佢一个传波啊高手，系咁助攻，系咁喂波俾亚历山大啊！仲傷得益彰咩？哇！你睇下我真係一個非常之周到、球場嘅軍事戰略家啦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如果你想攞 PSG 尼馬親筆簽名波衫咧，啊，你都用你嘅創意方式，咁啊，照片啊、文字啊、影片咧都得。咁咧講下亞歷山大應該請邊個隊友嚟幫手啦。然後咧，記得咧喺啲各大嘅社交平台度咧嚇貼多啲 FIFA 足球資訊，登上排名榜嘅頭20名咧，你就有機會咧攞到呢一件簽名波衫啦。快啲嚟參加啦，係咁先啦，完。